今天去找事儿啊，买了两条鲫鱼。咋的？给我做鲫鱼汤啊？懒人爱喝上汤，馋人爱喝汤，一天天就寻思吃。咱今天呢不做汤，哎，咱们做凉拌鲫鱼。鲫鱼还能凉拌咋的？那可不咋的，这吃法可多了去了。你就是这头发长见识短，想吃这口，想不想吃这口？哎，想吃这口，赶紧把鲫鱼给我拿收拾去。跟谁俩说话呢？得，我自己收拾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把这鲫鱼啊洗干净的了啊，咱们改刀，先用那个厨房纸啊，把鱼表皮，哎，这个黑色黏膜，这个粘液，都给它擦拭干净啊。擦它管啥的？它这个身上吧，这个鲫鱼皮表层它有一定的粘液，哎，这它都是腥味的来源，哎，咱必须给它处理好啊。看见了吗？这鱼腹部里边，咱们用纸啊，哎，给它擦一擦，把那残余的血水啥的，都给它收拾干净了啊。然后咱们把这个鱼尾啊，给它鳍一下，鱼鳍都给它切掉。这鱼鳍本身也没啥肉，而且呢，它这个鱼鳍里边啊，还有一些残余的粘液，都是腥味的来源。圈哥做菜讲解的挺细呀。必须也得让大伙儿彻底的把这菜呀学会了，这话说没毛病啊。然后把鱼哎改成一指刀，看见了吗？宽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啊。哎，翻过来，另一面同样改成一指刀。这小刀法不错呀。盘子下边咱们垫上一双筷子。垫筷子干啥呀？哎，咱们蒸这鲫鱼的时候，它的蒸汽也能从上面反出来，鱼也成熟的更快。你不凉拌吗？还蒸啊？那必须得蒸下去，蒸给你吃凉拌的，不得吃拉肚了吗？扯淡！我还以为生拌呢。想多了你呀！用家里边的大葱啊，这个大葱叶子，平时炒菜都用不上的啊，给它放点葱叶，少放点料酒。就这么往里浇啊？对呀，它料酒一挥发，哎，它去腥的效果就好了。然后有条件的啊，咱们再放点啊高度白酒，哎，少淋一点点就够用啊。最后，哎，咱们再放点啥呀？食用盐。放盐干啥呀？放点盐呢，哎，它呢能让鱼肉啊更加的紧实有弹性，要不然你鱼蒸好之后吧，它口感容易发面，哎，都是小绝招啊，你就学去吧。然后啊，咱们把鱼放到蒸锅里边，蒸多长时间呢？看见了吗？哎，蒸锅上气儿。然后咱们呢盖上锅盖，是那个蒸汽口，哎，往出冒烟的状态，咱们开始计时，蒸煮15分钟啊。这鱼啊先从这蒸着啊，咱们把这个辅料准备了，准备点杭椒啊，中间咱们再切一刀啊，顶刀切小丁啊，看什么？就这样小丁儿，好，放盆里边啊。能吃辣菜的啊，平时爱吃辣口的，再放点这个2根小米辣啊。其实这小米辣呀，哎，这个清香味非常浓，比那个刚才切的杭椒那个清香味还浓啊。就是啊，哎，比杭椒辣啊。洗干净的韭菜啊，顶刀切末。切韭菜干啥呀？这韭菜也是放鲫鱼里边的啊。这韭菜那种清香味，哎，我跟你说老解腻了啊，而且去腥的效果还好，还有提鲜的功效，作用挺多呀。那可不，这韭菜价值啊非常丰富啊。好，这些就够用了啊，跟这个辣椒啥放在一起。然后咱们呢再剁点蒜末啊，这样这些辅料就都完事了啊。哎，调味料咱们放点白糖增鲜，味精放入2克，提味增鲜，精盐少放一点啊，因为咱们鱼肉啊，哎，放底口了，而且呢咱们一会儿还需要放别的调料，都有咸味啊，像比如说这个一品鲜酱油啊，哎，这都有咸味啊，说盐要少放，再放点蚝油提鲜。家里边有蒸鱼豉油的，咱们再放点蒸鱼豉油啊，没有啊咱不放也可以啊。哎，再放点陈醋，芝麻香油，哎，少放一点增加香味。花椒油啊，再放点。媳妇儿，你是不是最爱吃这个麻油这个味儿？我刚想说必须得给你安排好好的。最爱吃这口了。跟媳妇儿过这么多年日子了，她爱吃啥不爱吃啥你要是不知道啊，那你不失职了吗？这话说的没毛病啊。没毛病吧。哎，这功夫啊，这鱼肉也已经到底了，咱们打开锅盖，咱们把里边的葱姜啊都挑出来，然后呢这盘里边的汤也不要啊，都给它倒掉。
就要鱼呗。对，就要鱼就完事了。因为这汤啊非常腥啊，把锅里边的油烧热，哎，咱们放点花椒粒啊，把花椒粒炸香炸糊，花椒粒啊炸糊为香，不糊为麻。哎，这个尺度大家伙一定要掌握好啊。好，咱们把花椒捞出来，哎，浇在这个蒜末上面啊，浇在料上面。哎呀，哎，这小味儿，料一下就激香啊。好，两下就够用啊，不用放太多，搅匀了啊。太香了啊！那可不，这香味立马就上来了。哎 ，OK 了啊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咱先尝尝味儿，尝这小料味儿咋样啊？咋样啊？哎呦，拌点大米饭那都好吃。哎，然后咱们浇在鱼上边。咱们尝尝味道咋样啊？哎，小鱼儿啊，有没有食欲朋友？鱼肉特别嫩啊，里边非常入味，超级霸道，而且呢一点土腥味没有啊，大家伙可以放心制作，一点土腥味没有。来，媳妇儿你赶紧尝尝，来，快点的，还有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颜色造型都过关了啊，就差口味了。你尝尝，绝对没问题。咋样？太好吃了。是实话，是实话不？实话，哎，这小味儿真不错哈、啊嗯，真不错，真好吃啊！而且呢，哎，还比较鲜，是不是啊？特别嫩，还入味儿。嗯，是不是一点不腥？说实话，一点都不腥，真不腥啊！大家伙你做就完事儿了，按照视频方法去操作去吧，真好吃啊！稍微有点辣点，是不是这边？还行，还行啊。嗯，我其实是，要平时不能吃辣菜的朋友们啊。你就是一点这个小米辣就别放了，就放这个青汁椒或者是杭椒都行啊，就别放太椒了，放太椒辣味就浓一点了。如果今天这道菜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转发点赞加关注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拜拜。